这个世界变化无常的，所以但是各位记得念佛好不好啊？发生什么事情先念佛再说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用你的想法你会伤心，你会生气。先念佛，佛加持我们，就自然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啊。然后呢，维护法师经常在，好不好啊？问他啊，我们请维护，我这一次还要留钱，又拜托我们维护法师。维护法师慈悲啊，帮我们送米啊去孤儿院。我们东至有4000个孤儿，对不对？有8所，还送到阳光的佛学院啊，送给佛学院的学生，送给孤儿院送米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捐钱，好不好？哎，捐钱分两部分，你要救马的找我们郭园长，你要送米找维护法师。啊，虽然我们人走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做功德。我还请维护法师，他每次帮我送米，相片就传给我，我就传到我们所有的法师，大家说：哦，随喜随喜。啊，为什么？全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比缅甸还便宜的米，几乎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因为我们那边买一包，这边可以买3包啊，真的。啊，所以大陆同胞们，赶快哦。做功德啊，这边送米，哇，出家人很欢喜，因为他们孤儿院1000个人、2000个人，米永远不够，对不对？他们至少有米，虽然没有菜，还有米。老百姓很慈悲，种了菜还送去孤儿院，啊，送一样菜就是吃一样菜，加米而已，啊，让大家多做功德。再来，他说法师这几天你一直在讲空性，密宗的空性觉得很难。要有出离心、慈悲心后才能证的，这里也包括要修加行。你一句话就概括了，突然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啊，他说密宗你要修多少加行，在空性，这就是禅宗的厉害。啊，顿悟。我想修学佛法各有各的根器因缘。有些人你必须给他很多功课啊，然后他才觉得说哇，这样可以达到空性啊。那有些人呢不需要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接下来中国人太聪明啊，这样你就懂了吧。中国人有时候不需要像西藏人这么慢慢爬了啊。所以各位，特别各位是在家人啊，如果说你天天要修家行，我看你要离婚了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一样就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修行不是说你要修哪个对，而是要你有真正的善知识告诉你方法。那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用的。哎，你有那个福报，那你就三级跳快一点。啊，可能要修加行，可能不用修加行，但是你要让对方了解你的根器，因为人有过去史。人有因缘啊，当然如果没有真正能够亲近善知识了，他只能用一般的方法。但一般的方法，当然我认为显教也好，密宗也好，都是大乘佛教，只是你的因缘是学什么你就学什么啊，因为你相信这样才有空性。那但是他相信你是要在生活里面去体悟，那你就可以体悟空性啊，所以叫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万法都是佛法，啊，山河大地都是在跟我们说法，那你要这样去看，但是这个也要有根器，没有根器讲也没用，啊，所以看个人。但是大乘佛教教你一心念佛就是空性，放下一切。所以我刚刚在讲了，我们要放下世间的分别执着，一心念佛，这个也能够快速达到消除我执。那站在藏传佛教，如果你没有时间修瞎行，那怎么办？来，意念丧失，那也是最快的方法啊！放下一切，以失智为己次，意念丧失，你也很容易达到空性啊！当然，如果你为了要教育众生，那你能够把什么东西都学好，那是慈悲
啊，因为每个众生根器不一样，我不能用我的根器来套你的，所以众生学英文我也学英文，众生爬楼梯我也爬楼梯，众生拜佛我也拜佛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为度苦行外道，他也要示现六年苦行啊，啊，所以不是释迦牟尼佛需要修苦行的，而是因为印度那个时候流行苦行啊，所以我想在不一样的环境，啊，但是不要起烦恼就好。啊、我想空性是什么样子，如果你做不到，那阿底迦尊者说直接慈悲最快啊，慈悲是达到空性最快的方法，只意念担心众生苦啊，当然你愿意去研究那最好，研究各种五八经论啊，加行，为了要度众生你要有经验，如果为了自己，那针对你自己的根器，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，但是为了广度了所有众生，那这些我们都做过，不然人家不服你啊，所以在藏传佛教，你要成为一个堪布格西，这些你都要做过，你也要闭过关，不然人家不服你啊。这是因为啊，西藏人他们比较傲慢，比我们华人老实说，他就是看这个的，看这个的啊。那华人不会，华人这个师父出家半年这么慈悲，他就、哦、快乐的不得了啊。哎呀，这位法师很慈悲啊，这位法师啊很实在啊，他的感受是因为看人的心人格在感受佛法，所以这个我们华人跟西藏人，他们一个是以法为主传承，一个是以人格为主，所以我们传习法师信徒很多，那人格好这样就解决了，海涛法师呢人缘好，因为佛师父说了，谈不谈佛法都没关系，人缘好。我师父你这样讲，我太看不起我了。对，我读很多书的呢，啊，我一天读18个钟头的经典的呢，啊，那我师父还说，那你是靠上辈子的人缘。我现在想有道理，因为我救了这么多生命，我这么爱超度鬼道，这样，啊，都已经结缘了啊，所以我想这一点佛法是。针对根器啊，再来，我们念很长很长的经文仪轨跟念短短，到底哪一个重要？发心最重要啊！我想仪轨，什么叫仪轨？就是为了训练你的发心叫仪轨，就是说让你的悲心菩提心一直不间断叫仪轨啊。所以你可以念很长的仪轨，如果你有时间，那你就维持在身口意。像佛菩萨一样，那但是就算你不能念长的仪轨嗡啊吽，那你要念，因为嗡啊吽是三字总持啊，那是总持一切，但是不是说念短就算，因为你真实有那个悲心，而且按照如果你要讲这三个字可以讲一部经来啊，怎么观想那代表什么意义，如果你有责任的话应该去深入，现在网上很简单，你只要按下去嗡啊吽，然后就一大堆解释，看到眼睛红啊、但是如果愿意了解的这是好事，但是概括就像印光大师说啊，三乘经典概括一句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，但是你不能说那这样我所以我就不用研究什么，人家印光大师是闭关20年啊，然后呢深入经藏显密圆融啊，所以他可以这样说，但是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我们绝对相信那也可以，绝对相信，只是你要达到这个信心那个人的因缘，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平常要怎么做，念下来消除业障累积功德，要不断的努力这个啊，然后随你的因缘碰到短轨我就念短轨，用菩提心念啊，碰到长轨可以让我维持更久的菩提心，我更喜欢，只要时间够，所以就像做烟供我很喜欢做，我一个人我也做，点着我看到那个烟供我就很兴奋，然后我就一直念啊，走路也念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在吃啊，太快乐了啊，他正在得到这个药啊，然后我跟他念什么对他都有帮助，不是说哪一个特别仪轨，你要念什么对他都有帮助，当然最简单的仪轨就嗡阿吽，甚至烟供仪轨144页，对不对？
那所以我们在里面有五六个仪轨，你要念念长念短都没关系。然后你念短，你愿意加念地藏经，那更功德更大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先请传习法师回答我，我怕他无聊。如何把心安住在当下，对不对？很重要的问题。啊，这两天啊，这次朝圣啊，一开始朝圣的时候，很多人还以为是旅游，对吧？应该现在发现了，真的是朝圣啊！这朝圣，而且不是走过场，是用心去走心的，从心灵上去体验，追随圣贤，然后做圣贤，然后克服自己凡夫的习气，努力做圣贤啊！你在安住当下啊，就是把自己心去做在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就是当下啊！因为所谓的当下，《金刚经》里说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是不可得的。但是你安住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啊，或者是戒恶啊也有意义，或者修善也有意义，或者修惭愧心也有意义，或者修大悲心也有意义啊，安住在这个如理的安住在这个法上，这就是安住在当下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念一下，活在当下，安住当下。因为文殊菩萨说了，当下一切都可以开悟啊，水也好，花也好，生老病死也好，你去思维它，那佛经就叫我们看清楚真相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从这里面去了解，花这么漂亮，它可以供养三宝，让我们快乐。花本身也是变化无常，所以花的本体是空性，所以这个花是不是佛啊？它可以变成佛再告诉我们说法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生病就生病，不要怕生病，快乐就你把快乐看清楚就好了，你把痛苦也看清楚就好啊，快乐痛苦都可以让你安住空性。所以就像打坐，脚痛，那你就把念头移到脚痛，痛痛痛就不痛，那还是麻啊。但是你就不要执着它，也不要排斥它。呼吸，呼吸也可以哦，呼吸，呼吸很容易平静。很容易你呼吸了，然后很多声音你就听得见，因为你专心了，你去看到过去没看到。做个比喻好了，一个礼拜一要赶去上班的人，他从来不觉得我旁边的花很漂亮。哪一天他礼拜天不用上班，带他儿子在散步的，哎呦，花好漂亮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活在当下。礼拜一的时候他赶得要去，怕被罚钱，对不对？要打卡。他就忘了周遭的这些东西。所以我想学佛不是跑到哪里，你的家庭，我们出家在家都可以从这里面体悟真理啊。但是你不要心不要乱掉，了解他，关心他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这样就好。今天你要准备要出去赚钱了，结果门口看到一个老人，那你就把他带起来安慰他，帮助他，那就对了。你舍弃那个老人，对不起，我忙着要去赚一百万，你跑到那边，对方不跟你做生意了，因为你没有修这个福报。佛菩萨创造这个机会给你去看到真相，去慈悲，你居然不理他，那错了。玄奘法师如果没有去照顾那个生病的老比丘三个月，他就不可能到印度取得道经。悟达国师没有去照顾那个老病比丘，他就不能够在他得人面疮的时候而消除业障。所以我想不管你碰到好事坏事，就看着他，关心他，这样超越他啊。就像我真不想走，我怕各位睡觉，我可以讲到明天天亮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认真，因为我常讲这句话，我俩没有明天哦啊，要努力在当下。但是我没有感情，记住这句话啊、哦！感情就痛苦啊、我们只有慈悲，不能有感情啊、念一下来，道人无情啊、要如此。修道人没有执着，这个情不是说不关心对方，是没有执着了，可以了啊、每个事情都，所以各位永远记住一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
一定要有一个点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。念佛可以，嗡嘛呢叭咪吽可以，心经可以，意念传习法是可以。像我是念伽玛巴千哦，车要撞死我就伽玛巴千，砰死了。啊，一个我会念着我的师父，啊，这是我的点。啊，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个点，你不能说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死了这样。因为你没有一个点，这个叫信仰的力量，信心一定要有啊，不然你会失去信心。我老了，我没钱了，我下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事干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我煮饭没人回来吃了，怎么办？因为你没有一个点啊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个点，一心念佛，好不好啊？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，你念地藏菩萨也可以，我师父讲你念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只要最后发愿去极乐世界就去了，这样而已啊。因为世间善法都可以。最后跟我念一个咒，再发给各位的这里面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咒啊，叫无修成佛。你只要这个咒已经印在上面，碰到水，然后对方那只鱼啊狗啊或是人洗澡碰到这个水，他不用修，他将来也成佛。哎，这个咒很重要，我特别要带各位念，念下来。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三巴拉，的，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三巴拉，的，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三巴拉，的，啊，你不会念没关系，都印在上面。这里面有欧玛尤拉给安迪萨伯和孔雀明王消毒啊发财，这里面有大随求咒消业障灭罪成佛咒啊，这里面还有大宝万华的跟世界连在一起的标准的一种标志，母子连心，这里面有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哦灭罪成佛咒啊，光明真言，所以现在的科技很方便，里面也印，外面也印啊。让我们，所以各位洗澡你要记得带啊，因为它这个水一下去啊，无修成佛啊，所以洗澡都没关系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上厕所怎么办？那上厕所你就给它放进去一点就啊，也无所谓啊，所以只要因为这个佩戴解脱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要做圆满的功德，有很多大家认为的好人却惨遭横祸，这让许多人不解，都说因果报应，那为什么好人会遭横祸致死呢？或许下面的这个故事会给你答案。陆经理在林场任职多年，他从来不摆官架子，也非常照顾下属，是大家公认的好主管。陆经理，您来了。是啊，在锯木头吗？是啊，这棵树真够大的，而且直地又硬，我们俩在这儿锯了半天了，也才锯出这么一点来。你还真能找理由，还不是因为你的胳膊昨天拉伤了，无法使出全力？才不是，我那点伤不会妨碍工作的。怎么了？昨天受伤了？没什么了，小小的拉伤而已。受伤了就先休息一下，身体要紧啊。来，这棵树我帮你锯。啊，陆经理，那怎么行呢？我没事的，还是我来吧。别跟我争了，还好今天不忙，这里就交给我了。
陆经理真是个好人啊。只要部署家里有问题，陆经理都会尽力帮忙解决。他经常在大家困难时伸出援手。老刘，听说这几天还会有暴风雪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食物给你。陆经理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这么大的风雪，您还特地来看我这个老头子。老刘，别客气啊，你身体不好，就在家多休息几天，等身体好了，再回来工作。谢谢陆经理，谢谢。部署们对陆经理非常尊敬和爱戴，为了感谢他，经常会抓一些山产野味给他。由于陆经理喜欢吃蛇肉，因此大家在山上见到蛇就会抓来送给他。小高，你在哪里抓到野兔的呀？就在山脚下，我在那里设了陷阱，没想到今天就抓到野兔了。不错，今晚有下酒菜了。不行，这是我要送给陆经理的，平时他那么照顾我，我也没什么能帮上他的忙的，只能抓些野味聊表心意了。是啊，我们也只能这样来报答他了。前几天我还抓了一条蛇给他呢。蛇？是啊，难道你不知道陆经理最喜欢吃蛇肉了吗？原来如此啊，难怪那么多人看到蛇就抓，原来是要送给陆经理的呀。早知道我也抓几条送他。小高，你太客气了。陆经理，您平时对我那么好，我也没什么可以报答您的，今天在山上抓了只野兔，您就收下吧。那好吧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哪里，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林场里的工人三天两头便送来野味，陆经理几乎每天都会吃到野兔、野鸟、蛇等等，这些年下来他吃掉的这些动物不计其数。这一年的除夕夜，陆经理家的灯笼突然灭了，全家人都感到很不吉利。咦，怎么回事？灯笼怎么熄了？今天是大年夜，灯笼无缘无故的灭掉，实在有点不太吉利。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了，你姐姐学佛很久了，过几天我去问她看看。应该是灯泡坏掉了吧，这有什么奇怪的。好了，我们吃饭吧，别去管她了。几天后，陆经理的母亲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姐姐，他姐姐听到后立刻赶来劝陆经理，最近一定要多行善，莫作恶。弟弟，妈已经跟我说了，除夕夜灯笼熄灭很不吉利，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呀。警示我？警示我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了？我平时认真工作，乐于助人，应该没做什么坏事才对呀。是啊，姐，他在林场里很受下属爱戴的。那就好，弟弟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这段时间可不能做坏事啊。姐，瞧你说的，我能做什么坏事啊？这件事情，陆经理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他依旧打理着林场的工作。而林场的工人仍是对他非常尊重，经常送一些山产野味给他。几个月后，是林场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，伐木工人将砍伐的木头堆成一堆，陆经理也在现场忙着指挥调度。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呐，别被木头砸到了。陆经理，您放心吧，大家都是老手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还是小心点好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堆木头不知怎么的竟然开始慢慢滑动，
而陆经理就在墓堆旁不远处。众人见状大惊，纷纷大声呼喊。做完这些，大家就先休息一下吧。不好了，墓堆要塌了，陆经理小心啊。陆经理快跑啊。陆经理听到后回头一看，木头正朝着自己滚来，可是他竟然没有闪躲，木头纷纷压过他的身体，陆经理当场死亡。陆经理，陆经理，你怎么样了？快，快救救陆经理！快，快送他去医院！不必了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几天后，举行了陆经理的追悼会，很多同仁都前来上香悼念。我弟弟他怎么会被木头压死了呢？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当时真的很奇怪，陆经理听到了我们的喊叫声后，如果马上就跑，应该不会被木头压过去，如果他往旁边跳开，应该也不会受伤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任何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，他却没能做到。是啊，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没了呢？都说好人有好报，怎么陆经理却没得到好报呀？我前几天刚抓了一条蛇，准备给陆经理下酒的，没想到他再也吃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弟弟他吃蛇肉？是啊，陆经理最喜欢吃蛇肉了，我们经常抓来送给他吃呢。无故大规杀蛇可是极大的罪业，弟弟啊，你伤害了很多生命，所以你才会遭此果报啊。唉，如果你早点了解因果业报，号召同仁苦生放生，爱护动物，你也不会遭此横祸而命丧九泉啊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感谢